有一次我下班晚了，饿了，我就着那个雪菜吃了一馒头，结果第二早上起来，你丽丽阿姨跟我急了，说那个给你留的，有这事儿吧？我丽丽阿姨遇害那年我23，今年我33了，一转眼10年都过去了。那么丽丽阿姨笑呵呵那模样，我还是记得那么清楚。还有她那句口条语，她总说我妈不管我，都说我妈太讨厌了。她就是说，你挣双学啊，就为了挣这两个钱，自己孩子都不管了。之后一定会说那句口头语，他说：“这个郑双雪，跟我姓的可不是一个郑。”其实我丽丽阿姨做的饭菜也没有多高大上，无非就是红烧肉、狮子头、海米冬瓜、西红柿鸡蛋，再普通不过。都是家常菜，坚持每道菜都不放味精。不放味精。后来我找遍了海平大大小小所有的饭馆，就是找不到那个熟悉的味道。直到有一天我在东安饭庄吃了他们那儿的雪菜炖豆腐，好像有那么几分相似。我就一天不落的在那儿吃了得有大半年的晚饭。后来我还跟那饭店老板的闺女谈恋爱，而没几天就掰。他有个叔叔贪官进去了，想让老张捞我出来，多不靠谱。行了行了，你说起这一套你就高兴了，兴奋了是吧？我今天跟你聊不是聊这些的，我是有更要紧的事要跟你说。冯叔，我服了，真服了，老手老江湖，您把我这心给磨软了，现在开始端硬菜出来了。形势很紧张，说实话啊，把你弄到这儿来跟我负责的事儿有关。这么说吧，我现在是沈广军930谋杀案和黄四海 KTV 过失致人死亡案专案组的成员，这两个案件都有重大问题，正在调查之中。您说的我可都听了，但是我没觉得跟我有。你先听我说完。现在这两个案子我都有重大的发现，但是因为一些问题我无法落实下去。就是这两个案件的当事人都设置了很多很多的障碍，让我无法逾越。你呢，这件事儿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程度，按照正常程序要经过3到4个月才能审判结束，根据审判结果再无罪释放或者是有罪送监狱服刑。我始终就没弄明白，如果最后判决是我无罪，那我白白在这里都耗了3、4个月，我这么年轻这么好的年纪，那国家怎么赔偿我呀？这是执法成本，国家为你这事儿也付出了人力物力财力，你必须要接受审前羁押，否则所有犯罪嫌疑人都可以自由行动，那不乱套了吗？真服了，那什么打您嘴里出来都能镀层金。好，咱们接着说正事儿啊，因为整个事件的特殊性啊，和你犯的事儿，还有你身份的特殊性，可能很快
你就会成为新闻热点。那些想陷害你的人也会推波助澜去炒作这件事情。我懂了，就是说因为这件事儿我就火了，那我出去可以拍广告了，是吧叔？有这种可能。由于事件的特殊性，很可能会引起全社会的关注，甚至包括执法机关的重点关注。那么就有可能特事特办，走特殊程序，很可能会迅速地完成整个诉讼程序。你在这儿看守所待不了太久。是，我当时也想到了，也许过不了十天半个月就得有人把我弄到成州去，那个时候咱爷俩也算是团聚了。对了，下面就是我要说的事儿。到了东川省第一监狱，你可以发挥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什么作用？听着啊，我们虽然对东川省第一监狱有绝对的控制权和监督权，但是东川省第一监狱里面藏着非常凶险的东西，因为不用说那些罪犯了，他们有可能随时会给你造成威胁。更可怕的是，里面还有内奸、黑保护伞。我们不知道这个保护伞到底是检察院的、法院的，还是监狱的，或者是监狱管理局的。总之，他们里应外合，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地下掮客产业链。我就是希望你到里面之后，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，帮我们挖出这条产业链，打掉保护伞。懂了吗？肯定又是张有成出的幺蛾子。他只管宏观计划，具体由我来操作。总之我说这么多你应该听懂了。我现在问你，你到东川省第一监狱后知道首先应该关注谁吗？还能有谁啊？黄四海啊。我现在这样不都是他跟他爹一手操办的吗？好，知道就好。只要你一到东川省第一监狱，我马上会提讯黄四海，会激他一下，会把他逼上绝路。到那时候他所有的行动都会被你尽收眼底。我说那我这算什么呀？算主持正义。当然不光是主持正义，还是伸张正义。行，那我顺道再好好体验体验生活。等我出来，我也写一个犯罪推理小说。行，那这么说定了啊，一伟。那我这案子怎么办啊？你的案子我会想办法调查清楚，想辙帮你翻案，还你清白，不给你留案底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看你之后的表现。我还真无所谓翻不翻，反正我就一普通老百姓，我根本不在乎什么案底不案底，只要不耽误我挣钱，等我出去之后好好开公司，在自己研究的领域能够有所突破。最重要的是能够造福全世界全人类，我就满足了。你这理想挺宏大呀，造福全世界全人类。你爸张永成也只能造福海平市，最多造福东川省，你比你爸爸出息多了。我说您是迄今为止第三个说过有出息的。第三个除了我还俩，除了你妈还有一谁啊？我女朋友乔毅。那网络作家？对。我说乔毅是个很不错的姑娘，我特别怕就因为这些事儿那帮人报复她。我现在在里头我也出不去，我得麻烦您替我保护她。你就跟她说我出去找她，
爱上那姑娘了。对，您一定帮我好好把握。行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还有条件？你把你刚才说的能吃到那个雪菜炖豆腐的饭馆的地址给我。我看一下你这。刘儿，来，你跟我来一下。我们正在研究米振东和马桂远的资料呢。先别研究了，你跟我出去一趟，我需要你。带点钱身上，走。哦，带多少钱啊？以万为单位，越多越好啊。你是公事儿是私事儿啊？以私事儿的方式办公事儿，放心，钱我会还给你的。去吗？不去我找别人了。我也没这么多钱了，我不是还得去取呢吗？你自己研究研究啊。哎。来了，罗主任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位是我们巡回检查组的冯组长。哦，您就是冯组长啊！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坐。眼睛真大，出狱半年，气质都变了。大金链子，多少钱买的呀？啊，泡澡的时候能飘起来不？你报告政府，过去能飘，现在买的是真的，不飘了。嗯。找你呢，想了解点情况。我听一朋友说你在监狱里面知道一些花花事儿，还说有不少人花钱减刑，这是真事儿吗？还有一个专门办这事儿的老大叫甩棍，对吗？您说这情况啊，确实有。哦，当时在我服刑的时候就知道了。那就给我们具体讲讲吧。没事，我们替你保密。保不保密我倒不在乎，其实我直说吧。那我就直说了，我今天吧不能白跑一趟，你们得给我一点辛苦费。怎么样，我让你带钱带对了吧？你的门口车上有鱼竿吧？你这是来海边钓鱼，顺带把我们约到这儿的，白跑了吗？罗主任，你们把顺序弄反了。我今天来主要是为咱们这个事儿来的，顺带钓鱼，另外钓不钓都没关系。所以说呢，我不能白跑一趟，你们怎么的意思意思呗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叫敲诈。哎，您别吓唬我，什么是敲诈？我这我懂，敲诈它是指行为人采取威胁、要挟、恫吓等手段，
啊，让受害者产生心理恐惧啊，为了保全最大的利益，不得已把钱财拿出来交给别人，这才是敲诈勒索。今天的情况呢，是冯组长主动给我打电话，而且承诺了，只要我提供线索，就会给我一定的补偿。所以这个情况绝对不属于敲诈勒索。再说我那车确实也挺费油的。你是里边待了几年，待成专家了？专不专家不敢说，就略知一二吧。您就说给不给钱吧，不给钱我就走了。坐。啊，坐。是。别废话了，你要多少钱？一万五。你在这说一分钟，你让我给你一万五？我要的这是辛苦费，当然了，我可以给你们提供正规发票，让你们作为正常办案的报销凭证。再说了，我给你们提供线索吧，你们给我支付点辛苦费也是应该的。监狱那些人啊，天天受到你们检察官的监督，其实心里老不得劲儿。我给你们提供了线索以后，你们好开展工作呀。你放心，从此以后他们会老老实实的听你们的话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这……你再给我多说一句，哎，我现在就把你抓进去。您抓我，以什么名义啊？你就算现在不是敲诈啊，就冲着你向国家公职人员公然索贿，就这一点就能把你送进去。索贿？啥叫索贿？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我今天来是你们邀请我来的，不是我主动要求过来的。再说了，我是一个混得连毛都不剩的无业人员，怎么可能向你们尊贵的检察官索贿呢？这说出来没人信呢。再说了，现在是市场经济，没有这么白使唤人的吧，是吧？来来来，坐下坐下坐下。师傅，行，这生意我给你做了，一千。哎呀，这个冯组长，您太会做生意了。我跟您要价一万五，您还价一千。哎，一千嫌少是吧？啊，那你可以走，现在就可以走，走吧。我先走了，走吧。你以为我？回头我给你们盛所长打一电话，让他汇报一下你现在的情况。走吧。两千。一千。一千一。1050，老罗给钱。找钱。这真是还真找那50块钱。我说你们其实也不差这30-50，给他。行了，说吧，甩棍是什么人啊？怎么联系？甩棍就是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熊少峰。我之所以能够正常释放，是因为我给他送了150,000。这小子最好你们把他抓出来给毙。李大眼儿，啊，我问你，你那150,000什么时候送的？2016年8月9号下午3:15，时间地点记得清清楚楚。我媳妇根据别人的要求，把钱放到黑色塑料袋里，然后又把它放到垃圾桶旁边。我媳妇不能老在那儿守着呀，没到10分钟，这个钱就没了。你就是个傻子，啊？咋的了？你上当了，知道吗？啊？我来之前，我把你案卷全都看了一遍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你知道你减刑什么时候定下来的吗？什么时候？2016年7月，只是要拖到8月才宣布。你全部资料我都看得明明白白的，你完全符合减刑标准，就是走正常程序也得减。你上当受骗了，啊？估计有人知道了你在减刑名单里，故意跟你说要150,000，只要你交钱，就帮你减。你交钱，果然第二个月，减刑名单上有你了。你就是不交这个钱，减刑名单上也会有你。你是不是傻子？冯组长，你说真的假的？啊，是真的假的？我是干什么的？我能骗你吗？哎哎哎，他妈的，这个熊少峰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坐下。啊。
别激动，不行，别激动，不行，不行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必须把他弄出来毙了。听我说，我问你啊，15万，你想不想追回来？我当然想啊。好，听我说，我们一定想办法帮你追回来，然后找人给你送家去。真的假的？我跟小罗都向你保证。副组长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，罗主任，哦不不好意思，太感谢，太感谢了。哎，这是什么时候能追回来啊？啥时候能追回来？好，那先不提这事儿。你们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这钱呢我不能要。不行，不能，不，你听我说，不，一码归一码啊，帮你找回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啊。你现在是刑满释放人员，你有权赚钱生活。拿着，方队长，我跟您比，我这都算改造不成功。您帮我这么大的忙，必须把钱还给你。听我说，不行。不，那这样，罗主任，您拿着。油加油。我那是电动车，不要加油。行了，走吧。回头再叫你的时候随叫随到啊，走吧。谢谢啊，谢谢政府。哎，这钱要真能追回来了，辛苦你提前给我说一下。放心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哦，谢谢，谢谢啊。谢谢啊。你怎么找的这人呢？你是有三头六臂吗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还有两种组员呢，我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这么一会儿就涨潮了，潮起潮落，石头也看不见了。真看不出来啊，你方法还挺多的，真厉害。配合检察官工作是前犯罪分子应尽的义务。你还挺幽默的。那当然，生活需要幽默感，要不然我这快50的人了，怎么能保持这么高的颜值呢？叔，打住啊！我们说正经的行不行？李大眼说熊少峰是甩棍，你信吗？你信吗？我不信。要是李大眼说罗欣然是甩棍，我完全不信。但是熊兆峰，我还真打个问号。你真怀疑他？那你为什么觉得我没问题呢？说实话，都没什么证据，但是我能从你们两个的眼神里面看出来。一把年纪就别逗闷子了。熊兆峰的眼神里面有太多犹豫的东西，一问到关键问题就飘忽不定，没有自信。你不一样，你虽然风风火火，态度不太好，但你眼神清澈，一眼见底，一看心里面就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杂念。好人，老子曰团气致柔，能婴儿乎？你还能保持婴儿的状态，太让人羡慕了。行了，你这么说吧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求我？没有啊，我就求你带钱啊，这不完事儿了吗？行行，打住，说正事儿吧。好。说正事儿啊，今天我们见李大眼最大的收获就是他揭发了熊少峰是甩棍，你应该跟熊少峰去汇报一下。我向他汇报，可他要真是呢？那正好啊，我们省事儿了，黑保护伞找着了。这可是你说的，那我去了。当然，约吧，约完了再好好谈一下，唯一的条件是把他的反应一五一十的跟我汇报，不管他什么反应。哎，不，我觉得你这个逻辑不对啊。熊少峰是我的老领导，外加我的铁哥们儿，怎么也应该是他让我监督你，把你的情况汇报给他。嗯。现在你让我接着他跟你汇报，我觉得这不太合适吧？一个李大眼儿，刑满释放人员，一张嘴就证据确凿的说熊少峰是甩棍，收了他15万块钱。你觉得这个事儿对熊少峰来说是好是坏啊？我又不傻，当然是坏的。既然是坏，作为他的铁哥们儿，如果他是无辜的，
你该不该替他澄清啊？那必须的。如果他不是无辜的，他是真干了这事儿，不管他是想改邪归正还是想卷款潜逃，作为他的铁哥们儿，你跟他说这事儿算不算提醒啊？没有辜负你这铁哥们的兄弟情吧？想也是有道理啊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跟他说这事儿没事儿，完全合乎逻辑。更何况啊，其实你已经向我举报了你跟他一起去看胡雪娥路上的种种情况了，你已经出卖了你铁哥们一道了。我什么时候向你举报了？熊少峰车顶被砸瘪，我亲眼看到的吗？是你说的吧？熊少峰去按摩店把腰按坏了，啊，那他自己念叨的。那么紧张的情况下，还有心情去按摩院？从这些情况分析，我已经推测出熊少峰的种种可疑之处，所以现在你这铁哥们儿应该是做出选择、认清形势的时候了。行行，别给我扣高帽子了，我一定会去跟熊哥交心的，但我是发自内心关心他，不是因为你这个组长给我施压。好啊，就是让你发自内心的去关心你熊哥嘛，去关心吧。去哪儿啊？哎，你等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哎，欣然，我现在在城里呢，有点急事儿，暂时回不去。要不咱晚上回去再说，好不好？哦，那行吧，那晚上见吧。哎，随时电联。熊少峰进城了。不过我俩约了晚上见。好啊，那就约晚饭吧，边吃边聊，正好可以好好试探一下。不过我是认真的，熊少峰是我的铁哥们儿，你要是害他，我饶不了你。我特别希望你饶不了我。峰，坐吧。没事。怎么样啊？罗欣然找你干嘛？啊，也没具体事儿，估计跟黄四海没关系。行了，本来今天让小池去国外鉴定视频资料的，后来也没必要了，还白费我们一张机票。现在老张是甩手不管了，咱们怎么办？啊，我知道这事儿以后。昨天一宿没睡着，那等于我们现在情况是腹背受敌。一方面张书记不帮忙，而且他派来那冯森还老捣乱；另一方面那黄四海肯定是迫切的要求立功减刑。可是现在监狱的情况这么复杂，我们也不可能说无原则的帮他呀。确实是非常难，郑主席。少峰啊，你可是我们的桥头堡。是我们的尖刀脸，现在别人都指望不上了，就看你了。不是，那郑主席，您什么意思？邓耀先已经跟鲁春阳去谈过了，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，就是让黄四海在两个月之内假释出狱。如果答应了这个条件，他们就全力配合我们，并且要给无双集团和电影科技分别5亿的投资资金。这么大手笔啊！美金。郑主席，那黄雨虹付出这么大代价，他肯定有问题，他有大问题，你可千万不能上当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啊，我傻吗？我还不是为了我那儿子不留下犯罪记录，为了我丈夫能顺利的坐上新的岗位，我。如果我们硬碰硬。丈夫、儿子就全完蛋了。那张书记，小池，哎，
去打点开水。好嘞。苹果给您搁这儿了。看什么看？啊，那个张书记是什么意思啊？他那是什么意思？他不就是到我这儿来说说官话吗？他这个人恨不得回到家睡觉，都背着手洗澡搓背，都打官腔，说梦话都等着人鼓掌呢。这时候指望他能说什么？张主席，其实我来跟您说明一下情况。这事儿我干不了了，要不您还是找别人帮忙吧。那冯森一直盯着我，黄才那个眼线他可能也一直在考察我。我估计现在黄玉红他们也不信我了。我总不能说越过监狱，我直接去给黄四海减刑吧？而现在负责黄四海那干警是郑瑞，那是冯森的亲儿子。你要想减刑，就得先上报这个减刑立功材料，然后经过审查批准确认立功，这才有可能减刑，才能假释。你总不能说指望说郑瑞就跟他爹对着干吧？郑瑞跟他爹不是十几年都不说话了吗？他们十几年不说话，并不意味着他就能帮我们呢，这不符合逻辑关系。少峰。坐。我要问你一件事情，你得说实话。啊，您问，我肯定说实话。先吃个苹果，一会儿氧化。现在啊，现金不好藏。你家的钱都藏哪儿了？哦，我们家现金啊，都藏在那个。藏哪儿了？说吧。都是自己人，没必要藏着掖着吧。不是，正是我刚才说那意思是，就是我们家现金。这就是我们自己挣的，当然是你自己挣的。我又没给你钱。黄四海第一次减刑可是你一手操办的，对吧？那可是有据可查的。郑主席，你要这么说，那真是不给我活路了。我怎么可能为这个收钱呢？那黄四海，人家确实是有立功表现。狱政报上来，我们就是走个程序，我不可能收钱的呀，我。真的，我怎么可？少峰啊，邓耀先、陈明忠这些人都是你给我介绍的，现在你们都为我和老张做事情，可是我们家现在都什么情况了？你们为我做什么了？都帮到什么忙了？我现在心如死灰了，我每一秒钟都在担心我儿子遭罪，我丈夫下台，我这心情你能理解吧？人类所有的罪恶，都是因为咬第一口苹果开始产生的。他现在只能在米振东身上找突破口了。我没问题，我全力以赴。但是呢，水平有限，就只能给你打打下手。什么水平有限？这是最好的保护色。就是出了任何问题都不能往你身上算，水平有限。我看你是狡猾。我要是狡猾，我们班那么多同学，就只有我分到成州。成州怎么了？不都是工作吗？咱就是政法工作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对，您说的对。开始吧。来，把米振东带进来。孙倩，不是说晚上见吗？
旁听一下，就选你的，别管我。李振东，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提醒你了，关于沈广军胳膊受伤的事儿，今天可以说实话了吧？报告政府，我一直说的是实话，我绝对不敢欺骗政府。第一次提讯你说你根本就没有看见，第二次提讯你说你眼晕没有看清楚，那这两次哪次说的是实话呢？真的没有看清楚，沈广军被打，我不能欺骗政府。好，那今天我们不说这个，不过你听清楚了，今天的话请你审慎地回答，如果今天你不说实话，你要承担隐匿罪行的法律责任和欺骗司法机关的严重后果，你听清楚了吗？明白。那把我刚才警告你的话再重复一遍。您说，如果我今天再不说实话，我就要承担欺骗司法机关的严重后果。这么说，你承认你之前都是在欺骗司法机关了？我刚才话是怎么说的？如果今天你不说实话，你怎么说的？如果今天我再不说实话，怎么就多了一个再字呢？再什么意思呀？就说明以前你就是那么做的，今天是重复而已，说明你心里很清楚，你一直就在欺骗司法机关，对吗？李振东，严肃点。是。我一定严肃。我认为罗检察官打败我了。那既然被打败了，那就认输，好好的说实话。报告政府，我之前确实没有完全说实话。我坦白，现在彻底坦白。当时我确实看到一点沈广军被打，但是刘警官命令我双手抱头，面墙蹲墙，而且他跑过去的时候挡住我。蹲下！当时一激动，眼晕，确实什么都没看清楚。我说的都是真话，我向政府保证，如果我说有半句假话，我愿意接受政府的任何处罚。李振东，你是因为盗窃罪被判了两年，对吧？是。如果加上你在看守所的时间，你已经服刑了五个月了，也就是说再过一年半时间你就可以出狱了，对吧？是。以前你有个小的工程队是吧？还继续干工程吗？不知道，工程队在我入狱前就解散了，重新组织一个工程队很不容易。你的工程队没有解散，而且还经营得很好。不可能，我进监狱的时候怕拖累大家，我亲自开会在大会上宣布解散的。我去过你的工程队了，你之前是宣布解散，但是大家并没有散，反而这些工友以你的名义继续在经营工程队，规模翻了一倍，效益也不错，所有的收入都在你的名下。是。而且你的妻子和女儿还在等着你回去。我到了工程队，关公像前的香火依旧很旺，小蜜很可爱。这是小米亲手给你折的48只小猪，他说今年是你的本命年，希望你像小猪一样可爱。大家还给你录了这个。爸爸，今年不能回来了，我和妈妈还有叔叔们一起预祝你生日快乐。爸爸，我爱你。1、2，生日快乐。爸爸，生日快乐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谢谢，谢谢领导，谢谢领导给我带来这些，谢谢，谢谢。看到这些大家给你的祝福，我也不想多提什么别的要求，就希望你积极配合改造，努力的去澄清真相。谢谢罗主任。可是我不能编瞎话。我真的不知道申广军被打的事儿。好，那我不问这个。我接下来问的问题，你听清楚，你的答案会被记录在案。你想想你这些忠心耿耿的队友，想想期待你回家的妻子和乖巧可爱的女儿，一年半以后，这些都将回归你的生活。但是，也有可能接下来，你的答案会让一切发生逆转，这一步选择天差地别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我要问的是，沈广军胳膊受伤是怎么造成的？多少回迎着怀疑的目光，懵懂选择梦开始的地方，有多少回抬头仰望着天空，默默忍受假装低头坚强，当命运嘲弄所有困难抵挡，迷失的方向，拼尽了所有的力量，像一道光，刹那间抓住这辉煌，追寻着你的方向，燃烧我所有的力量，像一道光，刹那间抓住你的方向，燃烧我所有的力量，像一道光，刹那间给我方向，追寻着你的光，燃烧我所有的所有渴望，像一道光，刹那间抓住这辉煌，追寻着你的方向，燃烧我所有的力量，像一道光，刹那间给我方向，追寻着你的光，燃烧我所有的所有渴望，像一道光。